租出案，郭宗坤疑似和女员工 M 果从生命引发婚变。郭宗坤坦承和 M 频频出国，都是因为要工作。两人足迹遍布日本跟大陆。而郭宗坤店内独售这支清酒3000英，瓶身上的酒标被短发 M 拿来当脸书头像。郭宗坤也认了酒标上的短发妹。两个妹妹，就我们店里两个妹妹，那是我们社长帮我们设计的。啊，尴尬的是3000英却是郭宗坤跟柯以柔的定情酒。那我也跟你说，我跟他交往的时候，他也带我去3000英社长那里做酒啊。我那天我很生气，直问他，我说所以你都在用同一招是不是？而郭宗坤2013年曾被媒体拍到和鲍如妹看电影，当时柯以柔还急着帮老公辟谣。这回和女员工 M 疑似跨2年的牵扯，也成为压倒柯以柔最大稻草。他理所当然可以单独一直带同一个女的出去，这都合理。到那天，我要不是告诉他有人亲眼看到你们一起出来，他到最后一刻还在否认。我一个人回来呀，他最后对我大声什么？我们俩一起回来，那又怎样？从头到尾不愿意让我上房间，我也不愿意交出来，这叫做澄清。